听老千说，你不是讲今年去锁阳城，那到即马还阁无消息？这。刚讲今年是要锁宝洞了去，你拢在咧骂我？无，无，大家拢唔敢骂你。宝宝，你莫对歹方面去想啊。今年是一个查某囡仔啦，若真是落点的锁宝洞会抢着，伊敢还阁有命是？我们是永渡吉祥，我嘛无想要甲退路。是倒一位后爷？是倒一来的后爷，原来对家来。阿娘，金莲，金莲，大嫂，你平安无代志，只是上天下地，阮就是你去予苏宝洞掠去的嘞。大嫂，你是一个忠厚人，莫甲阮阿爷那人同款。常常拢要看我无去，那我即摆敢毋是威风凛凛回来啊？金莲啊，恁即几天住伫倒位？锁阳城。哈哈哈！老夫人，老天无骗你吼，我讲金莲去锁阳城，神鬼都将金莲扯死去到锁阳城。哈哈哈！我即马才完全相信讲牛鼻道人咧师母讲的话，伊讲啊，我老听是福将，讲起一点啊都无错。天生有福气，事事如意，事事随心，处处逢凶化吉。对啦，那后爷哪个唔例外？有啊，是啊，好歹嘛是后爷。人伊若行唔着经哦，咱嘛都好咧，请人入来坐一下，呀，食一下，坐一下。听伯讲，金莲下坐，阿弟咧。啊？金莲，你就是幼幼。是啊。你这个囡仔哦，你又搁在咧变什么把戏？阿弟啊，行刺奉上，我都无顾一切，赶去苏阳城救驾。阿娘，本来奉上要到我当个白虎关，后来因为水土未合，伊去染着风寒，所以暂时踮咧苏阳城休养。我想讲，惊阿娘你烦恼，才会当来甲你看卖啊咧。起码我应该拄仔过来苏阳城顾驾。金莲。
那皇上的身边武将遐尼多，叫你保驾那都急着一时，咱嘛无差家你一个，你得拜堂了再去。拜堂？哈喏。等哪样？搁真难对吼，若对青龙关倒转来，我打算讲要恁三队的新人同齐拜堂关门。所应在，哈文丽在，乌里杰在，丁烈在，郭昌杰在。青龙关几行大路，五千人马，今后也是继续予恁五个人来统领，镇守楚关。多谢四万岁。日后本帅就有差遣，不得延误，退下去。是是。若不是苏宝同煽动你的龙主背叛天庭，行兵侵犯中原，兵困先王在苏阳城，本帅要哪来征西呢？四万岁，我错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乌里克忠心不二，愿为大同效命。
对这个剧班说话。这剧班是阮师父蔡老夫人伊所赐予我的法宝，我应用伫个教练法宝啊。表哥，阮父皇帝是毋是有较好？好真多。只要我卖继续甲四面山拼到，台湾的病都立刻痊愈。生上上客的代志，真是令人无可奈何。
范丽花甲四庭山因的姻缘来拆散，也有法度让精舍大军受阻碍。讲给阮元帅知，伊会甲你解决。你紧讲。对对对。
是西条人啊，我的丈夫是东桥的人，也不过伊真早就来死去，当时我的囝是燕娘，伊三岁命命啦，我哩辛辛苦苦。阿你甲伊痴痴甲大汉，娶到一个真贤惠的家后来好伊，哪煞知影我迄个囝，煞去迷恋着范丽华。范丽华，伊是一个贱人。来诱惑着我的囝，来害我的家庭，来家破人亡啦！你讲的是倒一位范丽华？就是那个汉江县的范丽华。